个意思。好，这是我们培华二小学生做的这个水龙卷哦，喷泉啊、哦。下面一点。OK， 喷水池。那每一间学校做的形状都不是很一样哦，这一个会比较粗，比较短哦。那主要是看它下面这个洞的那个大小，好，还有就是我们的管进去的那个方向哦。OK， 不错啦，蛮漂亮的哦。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形状啊，这蛮美的啊，加上激光效果，非常美。